福州有福之州啊，七六八六不离福州啊。 我在福州工作了六七年，我是到福州当市委书记，是从宁德过来，37岁，到这里，那就说我这个一生的这个最好的年华啊，也是在这里度过的，有很多体会。我在这里的时候就定位要建设山水城市，坚持做下去，希望有福之州啊，更好的造福于民，对。 我们的国家也做出更大的贡献。